好，我们先来看这台 Minota 的这台随身机那这台功能正常，就可以启动可以启动。那它有这原厂的这个皮套皮套很完整还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背带皮套你可以看一下皮套从后面这边打开你可以看一下皮套相当完整好。然后还有一个他当时的镜头保护镜有一个这个也是他们镜头保护镜我们刚先拆下来了这是那他就是用一般的三号电池我们放了两颗我们要测试的测试的电池进去就一般的三号电池好那你要打开这样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可以看一下你要有电池放进去之后它快门才可以启动所以可以看到它叫快门正常镜头状况也很好可以看一下镜头状况也还不错还不错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这个四周那皮革都还正常正常贴合那这个上下机身的部分再看一下当然有一些少部分使用痕迹了不过这就是正常就比较正常所以正常使用痕迹好那皮面的话就是这倒是也没什么问题没有什么翘出什么的好那这个是底片式底片式的这个部分好那以上就是这台 Minota HiMate KF 这台随身机的这个视频谢谢。